右手啊，中指活动受限。哦，不行，你看，跟加大力度，跟加大力度，跟跟加大力度啊，击打国家机器啊，现在击打到内层露出来了啊，内层露出来了，跟内层露出来一个，让人们看到赤裸裸的。那个司法武器化啊，赤裸裸的，而且赤裸裸的商标哦，对其他前总统或者现总统不闻不管，只针对川普，都抓一些鸡毛蒜皮或者过时的啊根本不成立的事情，所以狠狠的打，跟打的是个把内层运作啊一点一点。扒出来了，哦，原来民主党就是这样运作的啊，就不是搞，促进社会和谐，不是促进，经济发展，也不是促进的和平，哦，就是这样干的啊，让人家越来越厌恶，越来越厌恶，越来越厌恶啊，民主党支持的哇，像一条缺陷一样的哇哇哇哇，一直在跌，一直在跌啊，跌到地板的时候，也就人民群众就是胜利的时候啊，就是。继续打，跟，边境啊，继续打，继续打国家级的，打了一个把深层内幕啊。暴露无遗啊，让人们呢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个现在社会病到什么程度啊？继续打，狠狠打，是这么一场况，好。知道了，哎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